夏日炎炎，冷气开20度，电费爆表怎么办？这时你可以把冷气调到26、27度，再搭配一台变频电风扇。家里的电风扇功能非常的单一，无趣又吵。于是日虎就发明这款日虎 DC 变频语音循环扇，设计的非常的灵性，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效果如何。嗨，日虎。你好。我一直都在呢。开启电风扇。风扇已开启。开启左右摆头。左右摆头已开启。这款是我一位女性朋友推荐给我的，我希望我之后的家都能有智能的家电，所以她就推荐给我这一款。购买链接在下方，有任何想知道的资讯，欢迎留言给我哟。